宜兰的一处农田从高空俯瞰下来，长方形线条整齐排列，转弯处也对齐得十分工整，好像迷宫一般。这样的种植法实在好诡异，不禁让人联想到世界各地农田里出现的各种神秘图腾。有网友在 Google Map 上发现这样的奇特景象，好奇这片农田究竟是在种什么东西。真面目揭晓，花莲乡民留言解答，原来这是为了饲养黑壳虾所设计的。因为小虾喜欢在水草旁栖息，所以增加水沟长度来让栖息地更广大。黑壳虾它是我们台湾本土一种那个原生种的虾子，它最大套都是2公分。那主要用途的话，一般来说都是用在我们一般那个水族饲养上面。黑壳虾常被用在水族用途，清理吃剩的饲料和排泄物，在生态中扮演清道夫的角色。其实，在台中外埔就曾有麦田圈出现，虽然说是人为，但在卫星地图上看见田野中出现神秘线条，难免会让人引发联想。记者林医生黄玉俊，宜兰报道。